爸，我肚子好疼吧？怎么了？我今天拉了两次，裤子都换了好几条了。你拉肚子了？那你就休息一下呗。爸爸，你带我去看病吧。你不是拉了不是好了吗？我快不行了，肚子好痛啊。我给你揉一揉就好了。你还是不是我爸爸了？我都这样了，你还不关心我？不，你这个拉肚子，爸爸以前也是这样的，拉了肚就好了。你说来说去，是不是要省那点钱给你娶老婆，不管我的死活了？你这孩子这天天的，我不管，你反正就要带我去看。到底是真的不舒服还是假的不舒服？真的。我拉完便便就不舒服了，拉完便便的时候我就喊呢，你又没听到。我看你现在好好的呀，你现在就是跳了呀，现在啊。哎呦，没事的，你看，好了好了，我带你去吧，我带你去。我不是厂长了，厂长要干活的，我不干。不干不干不行，我看老板娘骂你。厂长就在干活。你上次叫我。当厂长是教我管人的，不是干活的。老板娘说的，那是我说的。可是他们多让我干活。以前我帮我爸爸干活，现在帮全厂人干活了。他们不是夸你吗？夸你漂亮好看，对不对？没有。谁说没有啊？等一下给你买个好吃的。要吃想吃什么？说吧。薯条汉堡啊。还有鸡腿，两个哈，还有番茄酱，你听到了没有？啊，听到了，好了。哎呦我的妈！老板娘，大家又累又饿，买点东西给我们吃呗。买奶茶吗？嗯，奶茶又贵，一泡尿就没了。那买什么呀？买包子。好的。买包子可以吃到饱。好的，谢谢老板娘，吃包子啦。你不是说钱挣的好不容易啊，又花钱了？是老板娘请你们吃的。哦，那好吧，谢谢老板娘，还有妮妮，谢谢啊。嗯，好香啊，别别香。哦，谢谢啊，谢谢老板娘。我不是老板娘。谢谢妮妮，谢谢厂长，谢谢啊。你是什么？包子啊！谢谢妮妮，谢谢。姐姐吃包子啦！啊！谢谢妮妮，姐姐你要吃肉。我要吃菜的，谢谢。你就是，谢谢。老爸，你也吃，爸爸多吃一个嘛。我有一个就行。啊！谢谢你。谢谢小妹妮，阿姨辛苦了，你为了把我辛苦，谢谢你哈。好了。还有什么事？还多了吗？还多了两个给你吃吧，爸爸辛苦了。妈妈，我爸爸呢？你爸爸上厕所去了。怪不得这个公司不影响，不是上厕所就是跟别人聊天。哦，一上厕所就是半个小时。老是偷懒哦，是太懒。拿啥工资拿这么一点？没有我在工厂，他还混得下去吗？嗯，妞妞真臭。你厂长是不是这个活不好做了？叫老板娘加工价。呜，好嘞。为什么有这么多好吃的呀？喜欢吗？喜欢。哎呦我的妈！小妮子，工价谈好了。啊？忘记了，工价没谈到。吃的到处有，这个很黏的，吃吧。我不吃。老爸，你刚刚到哪里偷懒去了？刚上了一个厕所。谁哪里的？谁老板娘。呀，今天我多没洗呀、啊。从经过的地方有太多遗憾的理由，昨日与晚风深情的相拥，那太阳升东边，鸟语伴花香，清晨里
床，叫我来起床。爱只有真的好吃吗？好吃。却比想象复杂，和安定爱变化。喂。哎，是是是。啊，我马上出去拿啊。是浪费的烟火，我唱起了情歌。这不知道是谁送的？我知道，肯定是妈妈送的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哥哥许个愿。哎，等等吧。啥事啊？哎，怎么还没来呀？在这里看什么呀？我们进去吧。好了，我们不用等了，我们吹蜡烛吧。谢谢哥哥。爸爸，你辛苦了，你也吃点。嗯，谢谢孩子。叔叔阿姨们，爷爷奶奶们，你们也是吧？爹，你不要再喝酒了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你也不要抽烟，少抽些就行了。要管住自己的嘴巴，要吃点水果，吃点有营养的，还要多刷牙，要注意卫生。你的嘴都变形了，要不管住自己，那就没办法了，那就很严重了。爹，你要听话，你要在家里听话。你不要拿着那个可乐瓶装酒，我以为是矿泉水。啊，好啊。要多喝水。啊，你不要再骗我了。你不会再骗你们啊！爹，柳长英趴在你脚上来了。你要是在的话，我帮你拿。我走的时候，你就自己拿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的。爸爸，我们不要抠手去。好，我听你的。爸爸，这个拿一下，这个拿一下。爸爸，等我一花钱以后。爸爸，我来吧。妈妈，我来啦！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我是妮妮啊，我来了。是这里吗？是这里。妈妈，我来啦。有人吗？我是妮妮呀。有一天我能见到你，妈妈，我想问为什么把我留下。为什么要给妈妈打？妈妈不要离开我。你们去哪里啊？带着妹妹去哪里啊？爸爸，你别怪哥哥，是我太想妈妈了。我怕你知道了会不开心。那你不能把妹妹带出来啊，万一碰到外人怎么办？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。爸爸，我想妈妈。过几天爸爸带你去看好不好？我眼睛爱过，让我悲伤。总有一天，我能见到你。妈妈，我想问，为什么把我留下？大家好，今天来把叔叔给我的50码，但我每天都买一只冰糕吃。但是我感觉今天特别的热。唐宇的妈妈们和我爸爸非常的辛苦，他们经常给我东西吃，还特别的爱我，所以我今天也要孝敬他们。老板，我今天要买45发红豆的吧，红豆好吃，我要拿这个给老板娘吃的，还有这个。我想说我会爱你的多一点点，一直就在你的耳边。人在轻狂的午夜，谁的叹息飘在风间。你今天把钱全花完了，你明天吃什么？明天带领的阿姨请我吃呀。哎呦我的妈！